他说要播放到最后有没事要你拍知道吧，你别不敢拍知道吧、你叫他出来就是给你当这个模特的知道吧，就是来拍的，明白不？看人家不说话呀，不说话咋了？不说话，人家晒，人家不说话正常。嗯，他就没法拍了，对不对？现在我们是去海边啊。对啊，你看这个这会儿啊，这个点呀、是吧？这海边看着落日多有感觉，对不对？对。哦，你别老愣着，千万别尴尬，知道吧？这里人蛮多的，小鹿。对呀、对吧？马干那对吧？又飞到三寨对吧？咋样？拍的清楚没？拍的很清楚。对呀、但是人家呢不喜欢说话呀。小鹿，但人家不喜欢说话呀。东比赛 ，OK。我东比赛，我来晒晒，我东比赛 ，OK。啊 ，Do you like me？ 他不喜欢，他可能不喜欢人多地方啊。这个啥也别干了啊。但是就是没啥互动，知道吧？是。他说要播放到最后，有没事？这不就在放那儿吗？不会，the Chinese just made a video from the Chinese website. She's scared about that. 哥。啊？等会儿。其实我感觉你不用在意，知道吧？对吧？你到时候估计他下次都不一定联系你了，以后都找不到你了，无所谓，其实吧。啊，是。没事，拍吧，你拍。啊。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你一直拍就好了。嗯，知道吧？你别停，知道吧？啊。你刚才拍上没？我知道你没拍上没。拍上了。他刚才他说是吧？我问他你为啥出来呀？他说搁家待着太无聊了，他想出来走走，知道吧？嗯。确实搁家无聊，连我们也都搁家无聊。啊。Bye bye. What do you want to play? 李邦。啊？What do you want to play?I ask you, what do you want to play? Do you want my arming activity here, right? Do you want that? Do you want to play something? Don't be shy, okay? Yeah, okay. 走吧。走。拍上了吧？嗯。那走，拍上就行。走啊，别断，你知道吧？一会儿回去你再剪就好。嗯。Yeah, we go. Okay, we'll go there. Okay. 他说他想去玩个项目啊，知道吧？走吧。你只是出来拍素材对吧？啊。你又不是跟人家约会的，你怕啥？是吧？啊！再说了，人家他搁家待着也无聊，是吧？出来只是玩玩而已，啊，对吧？逛逛而已，就是放，就是放松，知道吧？嗯。现在我们是去坐船，对吧？对啊。啊。走吧，我领你去买个票。好，可以。呀、啊，人家不太喜欢说话，不知道小鹿现在去哪儿，小鹿人呢？哎，我的小鹿呢？
现在找一个旅游景点给我看了。这个店小鹿还没过来，上厕所上这么久。No internet. No signal. Okay. 今天就光拍啊，没有什么台词。叫我去他家，我说我害怕，我说我有点害怕。里面是一个游乐场啊，小孩玩的。现在我们准备坐船了，等了好久了。天快黑了啊，这个点。哥，过来过来，你也得签你名字，是吗？三毛八个三毛头。每个人都得签。36.1。我们现在啊一块坐个船，知道吧？他这会儿看着还挺高兴的。是吗？有看到他高兴了？我看他笑了，你没看见呀？他好像还挺爱玩的。忙过来了，还要等呢，小鹿。不呀，我们立马就能上船了呀。这不船都来了，你看看。就是坐那个船呀。是。船都来了。现在开始体验坐船了，我们。两边扫一圈嘛。